仙人掌珍珠豆花，地狱的狗都会上屋顶哎、欸！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维多利亚的城堡。现在我拿着民宿给的早餐要进去找Ian。不得不说，现在民宿的海景真的是蛮厉害的。早上好像真的像便当。你人人态度面对我的小招数，喜欢你说话艺术，陪你逛街买衣服。澎湖的车变得好少哦，今天礼拜二大家都回去上班了。大家报告一下今天的行程是：浮潜看紫珊瑚，我来到这个地方领今天的船票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要登船啦！天的船船海岸十号，今天坐船长室上面这里。要开40分钟。我们现在已经入港了。现在在哪？南方四岛国家公园，这个真的能见度很高哎，光岸上就可以看到海底的东西。现在导游在解说。东雨平，阿福家。已经潜完上来了，我们已经到了兰州全身都搞死了我们现在到东极屿了，刚整个超颠簸的，一眼全身湿了，上面湿下面湿，他刚刚雨衣给我穿，不然我现在也是全身湿，因为我屁股全湿。你很像刚游完泳。仙人掌珍珠豆花，刚被船泼到腿，整个现在都是盐分，白白的，这边都是盐分。我们现在在东极岛，东极屿，然后现在要走去山上看羊，真的好难想象有人真的是在这里生活的。那里还有一个，那是警察局吗？来这里生活真的是因为与世隔绝 ，you know。我的裤子全湿了，所以我拎着我的裤子，让它在这里风干。Ian也拎着他的裤子。我们已经攻顶了，现在在这里讨论，等一下回马公要去哪边。山羊，现在时间5:30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南海游客中心。又回来了，这几天坐船都在这里。结束了。哎，到今天的民宿了。1、2、3，石头人。哎，开箱间的民宿还不错哎，很温馨，很有家的感觉。
一样是一间大套房。来猜猜看，厕所有没有干湿跟分离？我猜有的。你看，果然。今天晚餐吃居酒屋。老板招待的味噌汤，开不开心？这是我们在澎湖住的最后一个晚上。对于这次的澎湖行，你有什么心得？还会再来一次的，因为今天浮潜，那我觉得澎湖海水很干净，虽然很咸，但就体验了很多没体验过的。我也觉得澎湖的水能见度超高的，下次会想要来自潜或者是深潜。然后我觉得澎湖只要风不大的时候都是非常讨喜的。记得澎湖如果是本岛那边的话，你骑车一定要去吃挂包，虽然我没有吃到，但那个排队的人潮真的是多到有点夸张。对，那第二个点就是海口的面包，那个东西我真的觉得是必吃。对，尤其是盐之花跟那个什么刺猬鼠，可是刺猬鼠它比较有那个什么日期的限定，那我也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。那再来的话就是三生碧，我觉得三生碧下完水下完雨，那个水湖光返照，反而不要去大多人会去的那个大果岭。再来就是说，你们可以选择莲花开放的季节啦，三生碧那里一定会让你们拍到很满意、很满意、很满意的照片。澎湖其实它很多装置艺术，虽然它有被誉为最丑，但是我觉得都还可拍可观，可拍可有很多的观赏性，那也很有趣。那我们这次捕获了至少八九种，甚至是十种有。那我自己在网络上查到将近有14到15种。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发掘。那有些东西它是你打装置艺术是找不到，你可能要多去找一下网络上的影片，之后去问人家这是在澎湖的哪里，那你们会比较好去找。对，那除此之外的话，澎湖跨海大桥，我觉得不要去旧址。如果你真的要拍，你要去很丑的那只鱼那里拍，反过来，因为人比较不多，它其实两边的字是一样的。澎湖其实有蛮多的动物吗？有羊啊，有牛。对，有羊有牛。海上钓场是一个蛮有趣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说，如果你要专门只是吃而不是自己烤，不用自己烤的话，你可以不用去，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还蛮棒的体验，因为你是搭船出去。那我是觉得说有些人你花了这个体验的钱，但是会有个问题，就是你一吃完你就要坐船回来，有些人可能会船晕就吐完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我遇到了两个人。像我第一天吃完，不知道是因为吹风，还是因为那食物不新鲜，还是因为吃完就搭船，可能三个加起来都有，我就立马把它全部吐光了。而且我真的觉得可以多跟这里当地的澎湖人聊天，然后问就是有什么有趣的，然后哪里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。像我明天早上就要冲去中继烧饼，然后游客很常去的那间就是中继烧饼，其实今天明天都是休假，但是当地人就是第一天民宿老板有跟我说，其实游客常去的那间是分行哦，它不是总店。然后我明天要去一间当地人才会去的总店，就是看我明天买不买得到。然后那个也是第一间民宿老板跟我说的。我们这一趟来4天4夜，然后我最满意的民宿大概是夏夜吧 ，Summer Yen。那一间就是整个进去的时候，房间就蛮明亮的，然后也没有异味，然后也蛮干燥的，然后布置也漂亮，然后又有海景，还有一只 Boss 的狗狗，对，它不太会离的。他们有一只牧羊犬叫 Boss。是战利品，买超多名产，耶、yeah, ！买这两个，只要7000多块。哇！喵、yeah.。